他给我眼神，我就怀疑他。我才怀疑他，同志天才耶，谁看到？然后你看他这个身材，一看就直接马上入戏。他的嘴唇给你什么样的感触？很大的嘴巴，很包很大的嘴巴，好想体验。好想体验。对方喝醉说想跟你回家，二一。哇！等一下，这个叉叉的，你想把你带回去哦？胸部还是屁股呢？二一哦，脸上还是肚子呢？三，我不知道这个，我不知道怎么对。哇！宇宙，不用激动，我公平。他是大的，孙子，子曰，曰。哎，加好了。